现在是属于施染的阶段，那施染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赭石色是照染，然后因为我们要表现的是春夏景，所以山岩有些地方我们还带一些蓝色调或绿色调。这个山水的四季就是以这个色彩来分，春天的颜色就偏绿，夏天就蓝色调多一点，秋天就是那些暖色调多一点，比如说像赭石啊、红叶黄色的啊，那冬天的话就是留白雪景。远山虽然用墨色画，但是我们也是一样要染这个同样的色调，这样才能够色彩调和，而且带引上去。其他没有这个染到的地方，我们用喷雾器把它喷湿。喷雾器也是很重要的辅助的工具，跟吹风机一样。太湿的地方，我们就用吸水纸啊，比如说卫生纸啦，或者是这个画坏不要的宣纸啊，都可以。然后把多余的水稍微吸掉。那接着我们要再上色或烘染气氛，色彩才吃得进去。现在我们用花青调墨。花青调墨就是要开始烘染气氛，还有就是处理加强它的明暗面。另外呢，我们就还要补更远的远山。那因为这一幅画更远的远山都还没有画，所以我们在湿的时候画。那紫湿的画的远山会比较柔软一点，就是 会比较朦胧一点。那因为我们近景的地方画的内容都很丰富，所以我们在远景的地方就要放松掉。这个云从山腰飘过去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它处理出来。这个纸张干的湿的差距啊，会有一些差距，所以呢，这个颜色要调多浓呢，都是经验。绘画就是一个经验累积，多画才能够让你的技巧更熟练，经验更丰富。我们现在用花青调墨补远山，一边画远山，一边要处理出云雾出来。远山加的高度跟方向大小都是要搭配这一张画面的需要，不同的这个大小的远山都会影响这整幅画的感觉。
那只能够说自己要去判断如何去处理。越圆的圆山就要越淡，圆山化淡不仅是处理出远近的层次，更是让画面放松。湿染的时候就是要整理，让整张画面协调。那有些原来有些颜色渗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卫生纸把它吸干，把它吸掉。用卫生纸，用力的压在宣纸上，让它把颜色吸掉。在湿湿的时候一定要处理。如果晕开来不影响画面，就可以不用处理。如果你觉得晕开来影响画面，那你就是用卫生纸把它吸掉。万一吸不掉，就要用干净的毛笔下面蹭着卫生纸把它洗掉。在湿湿的时候一定要处理，干了以后，就定型了，就完全没办法处理了。我们现在在一直在处理这个云雾的层次，它的浓淡的层次。在处理的时候，完全要以整体感的需要来做处理。整体感的掌控，在整幅这个画面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一边擦染，一边做出它的层次出来。画面的氛围、气氛就是要营造出来。山水在云雾的位置的安排非常重要。山有云雾就有灵气，而且呢更有神秘感跟增加的意境。现在在家的就是用花青来画更远的远山。
更人言三，我们对云雾的处理就比较朦胧一点，淡化掉，这样远近宾主的云雾啊，才能够分得很好。远的地方就是放松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太强调。现在这一片大的云雾是近景，也是放松的地方，然后更显得山谷的这个啊深远，而且刚好衬映着这个古刹。然后我们这个有些地方可以用吹风机开始把它吹干了，那因为这是在课堂上的示范，所以同学就很热心的帮忙吹。